据初步统计，16日以来至今天下午4点，十二降雨造成全省137个县市区1373个乡镇930.57万受灾，因灾死亡人数达到58个。 失踪无人，全省已紧急避险转移81.19万人，紧急转移安置114.11万人，需要紧急生活救助的人数达到了44.41万人。目前，灾情还在进一步的核查统计之中。